这个买一次回去。Hello， 大家好，我是明义哥。明义哥今天冲三小，冲来这 Camp 66啊，这个地方是在桃园大园乡。Camp 66是一群年轻人，他们自己组成了公司，做了一个军事博物馆。听说这里面非常多的美军的装备、国军的装备之外，很多装备的历史都非常的了解，而且它还是我们国军陆战队招募中心的合作的点。我们现在到了这边，我们一起来，我们往里面走。Hello， 你好，这是我们的教官，这叫小兰坡。好，这小兰坡。那这是我们 Brian， 对不对？是，因为他我才有机会来，同时也是我们北极星印第安的最重要的干部阿廷，对不对？是，阿廷听说是我的老板，新庄人吗？是新庄人，新庄人，新庄人住泰山，好不好？好，我们从里面来欢迎，谢谢。对，这是军规品哦。对，都是军规，我们90%都是军规品。对对对。展馆的部分，园区的话分三大部分。第一区是以海军为故事，是。那我们一般来说，就全民观光教育，是让大家去认识一下陆海空三军它自己的特色在哪里。都你自己收藏？对，都是我自己收藏。我收了35年。哇塞！我国小5年级第一把玩具枪到现在。哦。对，包括日本海军、美国海军、台湾海军的整个部署。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嗯。这一个徽章，你有感受到什么重大的意义？有没有看到中华民国国旗？有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好 ，OK，、嗯、这个徽章非常特别，是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军第7航空母舰团是来做我们一个协防的动作，在协助我们两断交之后最实质的一次友谊协防，就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那时候我们的对岸是不是对我们在南北各打了一颗打飞弹去做飞弹危机演习嘛？进行的军事演习，显示了我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值班当局何去何从？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拭目以待。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士表示，中共在前天发射了2枚飞弹，只有1枚落在目标区。至于在马祖前线，今天有国防部特别派员视察守军的防务，全岛军民今天加强补给各项粮食、武器和饮水，好加强战备。今天是中共军事演习的第一天，刚好也是马祖部队的战备日。虽然那第七舰队在我们东部湾海实质的跟对方说不要乱来，我们就在东部。是，这是一个非常是，那这个徽章就是当年的这个任务的官兵所制作出来的一个纪念徽章。是是是，这个飞弹呢，当时还衍生出一些事件，就是说当时的我们的李总统说不用怕，我们有18套剧本，然后在政治上面又说了一句话。那是 A 告的，就说那是哑弹。中山洞啊，你在拍枪啊，这是演习啊，那是你作秀。我那弹头吼，空空的啦。叫做 A 告的 ，A 告的啦 ，A 告的吼，大家免你这么烦恼。王安呢，你不怕多哈歹。当这件句话一说出来以后，整个中国大陆，我们有策反的一些的情报人员的情报网，整个被瓦解。一句话，让我们很多的情报人员都被抓，还有很多都被枪毙了。所以这个刚刚讲起来，我觉得我就非常有感。我亲自接触过，他讲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也告诉我很多事情他不能讲。他们有一句名言，就是说要把这些事情带到棺材里面。这些人都是为国家在牺牲奉献。那但是如果他被抓了以后，是国家不承认他，所以这个东西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真的要尊重军人，尊敬军人的意思就是这样啊。这个铜钟铸的很棒，你可以敲一下。这我们家只要一敲就表示要请大家吃饭，谢谢。喝啤酒，喝啤酒，谢谢。那在过来像军官俱乐部这一块，就是以飞行为主轴，全部都以飞行。那我们吃饭啊、聊天啊什么都在这边。那当然，所以平常除了你们办团队，平常这有开放吗？我们只有6日跟接团，因为我们希望给真正来的朋友好好去认识到军事，去真正内心的去了解跟崇拜认同国家嘛，而不是你只是走马看花走一走就走。每一个军品都有它的历史故事，而不是像一般的试售品啊，它就是做来玩的而已。没错没错，这都是真的军品，而不是副科的，只是副科还是会有，但是是高级副科，因为毕竟有些像二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它东西已经很难取得了，我们尽量就能增就增，不行至少是高级副科。
我在美国受训的那两年啊，只要一有空我就跑他们的博物馆参观。我发现有一个东西让我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感动，就是我不管到任何一个博物馆，我都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中华民国国旗。哦，在国外看到这一定很感动，非常的感动。那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他非常重视的这段历史。当年我们在对日抗战，美国来华驻战洋人嘛，带领了一批志愿军来帮我们去对抗我们的敌人日本，就是飞虎队。对，就是飞虎队。飞虎队。Flying Tigers, the famous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wing their way across China for the last time as volunteers.For 8 months, these Chinese signs have been the only insignia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and efficient fighting force in aviation history. Now, wearing the emblem of their native land, the U.S. Air Force, they become regular officers with American flying forces fighting in China. A Jap flag for every plane shot down.那当飞机如果不小心真的被任何的原因而掉下来之后，这些飞行员在他们眼中可能就是敌人。是，那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在他们的飞行夹克上面绣上这一张，这些人就因为看到这牌子才知道，哦，原来这是来帮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就会开始救他，是把他送到后送到更安全的地方。在军民一体救护啊，表示说你看到这你要救他，他是我们来帮忙我们的。对，没错，是这样。这个是各位看中美联合，对，这是中华民国国旗跟美国国旗，把它设计出来哈。中美飞虎队，中美联合。是是是是是。对。作战馆。哇。哇，好有 feel 哦。对，这边展示的是台湾美国陆战队跟台湾陆战队这30年来的那个装备成长。我们要教育下一代说，我们军方陆战队军方其实有进步，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像美国这么进步那么快。我们一直有在尝试着改变，所以在装备上面去做一个成长。像这一区是讲越战，那很多人都讲说越战那好像只是个电影故事，其实越战对在这段最悲惨的故事里面，台湾是受惠的。因为1975年、75年，美军把台湾当成最主要的维修跟休假基地。那我们为什么中小企业的经济这么稳定？是因为当年把大量的这些高科技留在台湾。嗯，对。那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因为我们不在这个战争的悲惨里面，所以你也不会特别去注意。但其实我们是在这一场活动里面的受惠者。哦，所以我们特别去讲这段历史。所以当时我们的联勤有很多资源的部分，那他把技术留下来了。对，而且还包括在民间呢，他有些东西是民间。对，所以他很多的技术留到民，所以我们的加工业为什么会这么的？因为那个时候美元，但是我们做他们的后勤补给，对，没错。所以他们的需要，不管是军品或是生活用品，我们包括口粮那些都有做，对，类似像这样子。对， okay, 那这里讲的是口粮。美军的口粮，台湾各早期口粮到现在的最新口粮，那一直到世界各国的口粮，我们也都有这样子的 party， 在让人家吃口粮去体验。对，那这边就是枪的部分，台湾目前是全世界玩具枪做最好的国家，也是出口最多。好，所以你看这个早期的玩具枪，这各式各样都玩具枪，这边80%都来自台湾。这早期的玩具枪，它纯粹就是把玩、收藏而已。世代的不一样，现在因为越做越好，你看这一把就好，这台湾的骄傲，台湾做的，它整把枪1:1，最主要是它可以做真枪所做的所有动作，所以你可以现在很多国家的训练用玩具枪来做训练，我可以先做动作，我可以抛壳，我做所有动作。当我都熟悉会的时候，我再拿给你真枪，那我可以把维安降到最低。我懂，对对，这个已经类似道具枪了，對，就是几乎全部连退壳啦，什么都一样。对，但很多国家就是我先用这做基础训练哦，一些一完全一样。对，做完之后，我再把真枪丢给你。那你是把所有维安降到最低，因为台湾或者等等，就是一直在讲说枪危险危险，为它其实就是个工具。只是因为你对他的不熟悉而造成危险。是，对，是。我看一下你以前训练够不够。我们这个也有5发的换弹夹，好不好？来，好，这把枪非常棒，开保险。哦哦，哇！这个买一次回去，哈哈哈哈哈！哇，这连番的感。
感觉超好的，爽。那这里讲的是台湾陆军早期到现在所有的装备的严格，从早期我们用的弹包颜色，我们这边的收藏比较特别，是我们都是循序渐进，都是让你知道看到历史我们是怎么演变来的，而不是啊东一样西一样。所以你这个应该有国防部的资源？没有，都没有，都是自立。全部都是自力，所以我们只做到、啊、对，全部都自力，所以很辛苦，在推动全民国防，台湾没有人做，是对，所以只有我们做而已。在你在收集这个过程中，没有早前还要躲法律。其实这个问题是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知道的，以前是不理我们，那这两年因为我们都是在做全民国防教育，所以变成已经有稍微让人家注意到，但是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对，保守。那这边因为美国很喜欢当世界老大，老实他为了世界利益啊，世界警察，那他也付出在战斗部分付出最多的生命嘛，所以他的装备严格最快，因为他为了改变拯救生命等等。那相对的，全世界的所有的装备就是沿着他的脚步在做研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一个历史。而且早年我们台湾到现在还是美元比较多嘛，走美系，美系。那这一套就是1945年的空降装，好啊，这就是前一阵子那个闪跳不是受伤的那一个，我们穿的是这一套。嗯，好，那其实研发是1980年就已经研发出来了，那我们还在使用30年。对对，勤俭俭去三十年。对，好，1965年的越战装备，1975年越战结束的装备，那大概都民国大概70年。65年左右，那你看它装备的严格的变化，从帆布变成尼龙，整个革命的变化，那这是枪械的演进。以前也没有迷彩啊。对对对对，早年为什么没有迷彩？因为早前二战为什么美军其实已经有研发迷彩，但是他不发，因为德国人穿迷彩，他穿整个迷彩，他怕他想要、哦，因为那时候的辨识不同，我看到迷彩都迷彩啊，我到底是不是自己人？而且那时候很多国家一起打嘛，对，联合，所以他那时候反而是在美军这一个派系里面都穿单色系，沙漠色，对，哎啊，然后德国人反而有穿到迷彩，所以我看到迷彩就知道是。Okay.我就可以打，有点是像这样子。了解。那无线电的部分，从二战的无线电一直到我们比较熟悉的拐拐，拐拐我们有背到。那我们就是教育小朋友说，你看哦，人类70年前我们要打电话找妈妈要背一台这么大，然后到现在你看70年，我们直接 line 就可以直接回家说我不回家了。是，类似像这样子去让了解。是。那1980年代的装备，它已经开始走现代化的复合式收，因为作战环境越不同了，然后再来91年的波湾战争，因为防毒面具，那时候飞毛腿飞弹啊等等的，那是夜视镜吗？对，这是夜视镜，星光夜视，星光夜视镜。然后再来就是2000年的做沙漠第二次沙漠风暴的装备，那这边有一个革命性的主要哈。早年的装备都是像这样子固定的，每个人左手右手除兵开车的什么都穿一模一样，所以不方便。一直到2000年发明的这东西叫模拟系统，你看一条一条一格一格，你可以依你自己的需求把你的包包放在你想要的位置，所以你可以方便。手长手短。对对对，然后我就机枪兵，我就不肯背一般的步枪弹夹嘛，你可以去做区分，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发展，一直到现在都是以这个。好，那再来就是数位迷彩了。那数位迷彩一般来早年哈，我们来讲比较简单讲说，早年我们都是靠人眼在辨识我们的装备，在破坏你的人形，破坏装备，然后让你达到伪装效果。但现在是高科技，高科技都是像镜头或者监视器去做捕捉画面，那捕捉完在哪里呈现给你看 ？Monitor。对。啊 ，monitor 其实这东西你就是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就像马赛克一样。对，没错，它就是马赛克。对，只是变成达到我们所谓的数位迷彩。你现在讲的这些很重要，我想这个一般不就是年轻人不会去接触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个。我们连军方都有私底下都有一些军官团教员会来，就是我们让他知道说为什么有这些军装备的演进，而达到他们的遂行作战任务嘛。那这就是美国海豹部队的最有名的三栖特种部队嘛。那就是他用的所有的特种装备，从水上的、潜水的、高空跳伞，然后到他用的装备。你可以了解看得到说，一个特种部队他所用的装备的特殊性，因为他为了特种任务嘛，特殊性跟一般部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穿这个花鞋。对，这种。那你看，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装备里面去了解，说人家是怎么进步，人家是用生命去损失之后研发的东西，结果我们不去参考，而去自己发明一些东西，其实这很可惜。他这不是对，我们药品叫人体试验，对，这叫生命试验，对对对对。他因为有人死亡了，才发现到这个要改，对啊，因为他常常有人说美国花了多少在 PTSD 上面等等的，那这边都是装备的严格哈，那请再过来。
这边就是讲防毒面具，从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到现在比较新型的防毒面具。那我们会跟民众去教，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碰到防毒面具，除了你当兵啊，那去了解，让他知道防毒面具、滤毒罐它的差异性跟使用的环境，这都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就对了。对，我们现在的装国军装备。这个防毒面具还是用以前那种全世界，因为什么呢？全世界现在目前一大众啊，还是以统一规格40mm 的这个，就变成说这个好处是，可以换，对我你互相支援，你带美国的，我带台湾的，但是我还是可以用，对，都是一个统一规格，这就是 Type C 啊，对，不管你哪一个牌子都可以用啊，没错，不要让它单独归，对，我这样讲年轻人才听得懂，没错，如果我们现在联军作战的时候，你要支援，你捡到你都不能用，对，没错。这样对吗？没错，没错，没错。好，那这边讲的就是弹药。那我们会了解，现在有武器就一定有弹药。那我们去让大家去了解，说什么样的弹药去符合什么样弹道学，达到什么样的狙击的目标。不能说狙击枪拿一个9公里的手枪，你说你要当狙击枪，你拿一个5.56，你说你要打1000公尺，啊，你都不对嘛。那不对你造成一个荒谬的时候，如果真的在战场全民国防，他拿到枪的时候。那，啊，怎么办？对，我懂。这就是一个基础概念，就对了，让他去了解啊，什么是什么东西。你拿到一把没有射程的枪，你叫他一张狙击手，那摆明就打不到。对啊，他打不到啊。对，他看得到打不到嘛，对，一样。那像这个就是我们阿帕奇的20公里的空用机炮，原来是这样子。手榴弹的原理啊，震撼弹。定向地雷。对，没错，定向地雷。那很多人都在电影里面或电管里面常常看定向地雷，但从来没有看到食品。像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打你腰部以下。碎子那个。对，钢珠。破坏。对，破坏的，因为它不是要让你死。如果你阵亡了，我只要你，我就不用理你了嘛。但是你如果受伤，是拖累了所有的部队，所以它定向地雷。对，而且它那个角度，它的角度是最广的角度打，对，那我们就会以子弹的部分去做一个教学。那目前台湾的法令来说，有没有人拍军事电影找你做顾问？我上礼拜才拍国际桥牌社。这个位置我们挑两个比较特别的哈，以前的教法也是特等射手会这样子。啊，你的另外一只手五指圈用压住你的那个裤子。我们裤子，拍我是他的军，他讲1996年台海危机，所以我是他的军事顾问跟装备的支出。对，那弹药的部分，目前台湾的收藏弹药这一块，就是你只要没有那个火药跟激发底火，它就属于装饰品。OK， 对，以前不行，以前不行，以前带回来在机场就有。但是那是国造弹药，国造弹药是一定不行。那这种进口弹药是没有问题。OK， 对，只要那个是没有填装火药，也不可激发的，对，他就把它视为装饰品。对。好，那这边你看到，当然有子弹就会有讲防弹，那我们就会教跟大家去讲说，现在警察或者军方非常辛苦背的防弹背心，它的材质是什么？不像电影里面演的，像这 Kevlar， 然后还有 PE， 那它的差异性在哪里？怎么防弹？是这样子。像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防弹背心的材质，原来是几千几万条的丝。它是用丝。开缝很坚韧的丝，因为弹头会旋转嘛，去把它缠住。那当然，这个东西只能挡到手枪子弹。当你步枪子弹的时候，你又要带像这样的防弹板，陶板吗？陶板或者是 PE 板，你才有办法挡到步枪子弹。不然的话，一般来说你还是一样挡不下来。对，那就算挡下来了，我们常在比喻说，你穿了防弹背心中一颗子弹之后，你的内伤。是非常严重的，肋骨都断了，而不是像电影里面中了枪还可以爬起来，跟你在那边画巴拉看，没错，那个是荒谬。像这个啊，防弹头盔啊，中了3颗虽然没有过，但是这个凹陷度你大概就头已经脑震荡了，没错，对啊，所以你不可以有，所以为什么会有后续的战伤啊？而且它这是因为角度，对，都是弹掉。如果它真的角度这够精准，角度是垂直的话，还是紧，还是紧夹在上面。对啊，夹在上面啊，对啊。你像这个就是完全正面打，你看。这样子，那你这个状况之下，你脑震荡了，已经受不了了。对，那我们就用这样子教育下，让大家知道哦，原来他们的辛苦在哪里。那这个就是我的之前的单位潜水，整个潜水就是这那个怒海潜怒海潜将，让大家知道以前一个潜水员要穿这样子，30公斤，对，超过你拿拿看这个鞋子，一双就好。这是军品吗？对，当年。哇，这个大概有多重？这一双大概就已经20了吧。所以下次穿这个跑500障碍，哇，那你以后就身轻如燕了啊。对啊，腾云驾雾。电影里面演的不是？要练轻功，一定要先把这个功夫练好。
那这个一般民众来拿到的，哇，原来这么辛苦，类似像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现在一个基础阿兵哥会去穿到，如果两块防弹板的时候，那挡到步枪子弹的话，你要必须要穿到这么重，你可以试试看，对，很重哈。那穿这个还要再跑的话，对，还要再跑。那我们常常给一般民众穿的这个，然后就给他一把模型枪，就比重比较重一点，三个弹夹就好，就让他实际知道，对。对，那大概就是让他们去体验，就是我们会让他去了解说啊，原来现在的阿兵哥已经不像以前，以前因为简单装备靠体力在打仗的，然后行军啊等等都可以。现在阿兵哥因为为了要保护生命，所以穿这么重，穿试想穿这一件，戴顶头盔，拿一把枪，穿你现在的衣服就好。嗯，在这种天气外面超三个小时，嗯，你会不会耗掉你一天的体力？嗯，你耗掉完之后剩下时间我要干嘛？我不可能叫你这边滑手机滑到下班吧？嗯，对不对？军人不可能，那我一定叫你打理做其他的事。那当然被看到的时候，你说我是米虫。嗯，因为环境已经不同了。那为什么来？那延伸过来这一台车，那为什么现在要大量的花大量的经费去买直升机，要买这些军用车辆？为什么？因为我要穿这么重。我不肯行军跑十公里，所以我现在用直升机，用快速的把你运送到战场，打完快速移开。这就是现在作战环境的不同了，对，已经跟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个？那这一台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哈。那这一台是 MRE-R4， 是 Farison 北极星集团底下目前美军正在使用的突击车，那他四人做快速打击，因为他连我们现在目前航特部在用那个双螺旋桨直升机，他肚子就可以放两台，C-13 洞可以放四台，一样是全副武装。那他可以去挂架，他像这个就吊挂，吊挂是最基本，他还可以空投，因为他的避震系统非常好，他可以空投下来。那这一像这个架子就是他的机枪架，他可以直接边开就可以装机枪，依你的任务需求去了解。那它主要是在于轻巧，它可以走你一般像悍马车、其他军车不能走的路。当然很多人第一个质疑就是啊又不防弹。当然啊，因为它是用在快速侦察、快速的侦察的，所以它不需要防弹，因为防弹反而慢。反而造成人家想要打你，防弹是被看到了，对，但是不要让你被看到。对，所以待会你可以体验到它的力量，对。它所有东西都是模组化的，那这一台是两人座的哈。那其实早期美军是先从这种运动版的两人座或者四人座去研发，然后用在战场，觉得哇，这个超好用，这个比悍马好用啊，悍马耗油又太重，很多路都不能走，他就先去用这个，结果他觉得真的不错，有这个需求，所以他才要求北极星集团研发正军版。所以这一台是正军版，目前这里面要输出许可的是这一台。对，是这样子，研发输入许可还是输入许可？美国的输出许可嘛，美国要他同意就对了。对。那我们再来看这一区，这是我们跟军方跟一般的做全民教育很重要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假想敌，我们的敌人还是解放军嘛，中共解放军。那我们这边所介绍说，假设有一天真的很不幸，因为误会或等等的，造成他一定要上来打我们，那第一波会上来的，第一波会上来打我们的就是穿这些装，这是现役装备，他们的陆战队装备，陆战队、空降师、陆军，包括我们他们所使用的武器。这国军有没有做这个装？没有，没有。所以今天站在对面都不知道。对，一定不知道。那我跟报告一下，我民国86年。刚好84年我刚好去大陆一地训练举重，那我在那时候辅助的时候刚好是96台海危机，这是我那时候收藏回来的。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在这样的教育，他们才真的是全民教育。对，那这边所展示的像口粮啊等等，我们说过嘛，因为他们的武器系统什么跟我们不一样，他上来也要吃吧，他不可能跑到穿着军服跑到干妈点或 seven 去买东西嘛，所以他们有自己的食物啊等等的。假设今天我们在战区，我们已经歼灭敌人，然后在滩头啊等等的，那至少你看到这些包装会知道，原来这个区好像有人哦，那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情治单位或等等的去做一个。不，他们现在也进步了，对，他们都说淡水河口上来，他们知道阿伯铁蛋跟淡水阿水去哪里。对，他们真的做功课，我不骗你，你不要开玩笑，他们做功课做得很透，真的的，地理环境，他知道这个是阿伯铁蛋那些，你问他口令，他都答得出来，我不骗你。